虚才对啊，无虚刻三十年，心灵第一教，宝定宝灯手。中华民国107年，国历是，106年，国历是106年宫，怎么会写成这个样子呢？公元是2018年，国历是106、107年，它现在是107、106年，现在还是国历106年哦。已经107了啦。你说107，那现在才元历12号啊。所以那个是106年12月28号到国历107年3月3号，可以分期付款了。总组会收180万，是某某科技公司，两家公司的董事长郑传兴先生呢，正是世界中青会的会长，总组会收。夺手元金哦，180万元。你看这庙的前方搭建的这个花灯呢，花灯台，就是要做总主会所的，总主会坛，然后有主会所、心灵太子宫呢，还有主事所、主教所、主坛所、主仆所。交培镜原来是台南六合镜，台南郑成功祖庙，原来台南郑成功祖庙也是台南府城，台南六合镜嘛，这是台南府城，台南郑成功祖庙，反正我们的延平晋王府那边，还是那个郑成功家庙那边，家庙那边才是。公主庙，延平郡王府那边要开山宫嘛，在天皇所、玉皇所、上帝所、紫薇所，薇没有草字头哦，薇没有草字头，紫薇所、长生所、天师所、开台圣王所。观音所、福德所、南陀所、北陀所，因为有奉祀观音菩萨、福德正神、南陀星君、北陀星君，还有妈祖所、天福所、还有太子所、五路财神所、五福所、太子寿所、公明所、延寿所、五路。